市长，你从以色列回来之后，你从以色列回来之后，你身体就不太好，然后结果还是每天这样子跑行程，然后可是每天跑行程的结果，你网络声量还是不及韩国语。好来，好，而且他这几天也都没有什么公开行程，他就是昨天发了一个林黛玉的文，然后网络就啪就比你高这样。这有什么关系的？这个哎、欸，这个不是你考试很认真，考试成绩就很好。我说这也没什么关系啊，每个人做他该做的事情，这样就好了。阿里啊，哎、欸，我是来当台北市长，不是来当那个部落客的。你就是去高雄啊，然后也没有跟他碰面，他也说他没有生病，怎么会没有办法成行科函会讲那么久？是啊。那我去每个地方也不见得跟每个人见面，我就很奇怪，自然就好嘛。就时间到了就会见面，那种说，是吧？还没到。我觉得是这样的，交钱也没有问题，啊，但是大概过人方便了。那奇怪，为什么老是这个变成是问题？你很像圣人。难道为了要见面而见面吗？这很奇怪，是不是？您跟韩国瑜之间有一些隔空对话，尤其你昨天引述圣经。啊，然后他引述《红楼梦》，被说这样子互相对话是一些拉抬彼此拉抬一些声势，对于2020，甚至于裂解蓝营的一个方法。我就蛮，哎，外公，所以外公哦，就大概双方都在阴谋论，你知道？所以人家说，民进党只要拱韩，你知道，四个太阳就不见了；然后国民党拱柯，哇，那小英就受到威胁。天哪，这其实我发现我们两个都在做我们自己。但像你有在两条，像你有可能跟张善政合作吗？我靠！啊，张善政，因为国民党很担心张善政来拉走蓝的选票，但他又是无党籍，有没有可能跟他有一些合作空间？啊，这个就更好，这个是这样的哦。其实我们跟每个人，你说合作是这样的哦，100件事情也不见100件事情全部完全一致啊。啊，但是可以合作就合作啊，这个合作不是比竞争好吗？但是你怎么看？有合作吗？啊，就是可能会跟张善政合作吗？既然说合作比竞争好，你合作什么？我们要合作做生意也可以啊。2020。哦，我连要不要选我都不知道，你们怎么想？但国民党对我来讲，不管见李登辉或见阿扁，对我来讲是蛮自然的事嘛。所以，哇、哦，你们就在讲说什么拉拢独派的，什么什么操纵气吧？哇、哦，你们卖贵些贵钢砖，那是阴谋论，你们大概派以外。但的确，你看韩国瑜中间有一些隔空对话，尤其是对你这件事，对你之前说装逼说好像还是不太谅解，他这个很多扁民希望阿扁不要再跟你见面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才是被栽赃了，这样。你去把那个赵少康那个访问的那个片子，你要是从听到尾。我是说他一开这个实在是我解释过太多遍了，因为他就是不体谅。不会的，阿扁那不体谅，阿扁后来说陈顺生。啊，这个就奇怪，病人自己都觉得没问题，那、啊、你主治医师怎么反而有问题？妈，这常常是这样的。你去看那个赵少康那录影带，从头看到尾，甚至我说他装病，我是说啊，他不用装病，他真的病的，那个奇怪。所以有时候我说受不了你们这些媒体标题杀人，你的，所以说更好笑。阿扁自己都说没问题，啊，你们旁边一直说有问题，我都不晓得怎么一回事了。